接着呢，我再带来一首歌曲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来换上其他两把乐器啊。包括呢，我换乐器之前呢，来练习一下我的这个演唱啊，不是练习啦，就是呢，算是我自己一个任务哈。虽然呢，我的专业还是这个萨克斯风哈，不过呢，现在都挑战哈，现在都是呢，要多样化哈，对，要多样化，就是呢，要会这个，又要会那个哈。那我等一下呢也要准备一下歌曲哈。好，那这首歌呢，我先来跟大家介绍，应该大多数大家都一定听过。这首歌是谁？好像是李宗盛老师的作曲哦，好像是李宗盛老师的作曲。那他有很多首歌，包括呢最有名的什么《鬼迷心窍》，对不对？好，《鬼迷心窍》还有哪一首歌大家知道吗？李宗盛老师有名的作品。哦，阿姨都别讲，用心良苦是张宇，张宇哈，有没有知道李宗盛老师还有什么作品呢？什么？凡人歌还有一首，也是很经典，但是这首歌我也不会。山丘有听过吗？哦，后面我看到有几位朋友点头哈、哦，有几位朋友点头哈、哦。越过山丘哈，改天有机会呢，我来练一下这首歌，因为我觉得呢，用这个音响，尤其现在哈。用音响是大家现在知道吗？你要享受这样的音场，花钱是买不到的，买得到，大家给我鼓励的话买得到，那真的没骗你啦，大家在家里应该没有这么大型的音响这样听歌吧，对不对？也没有掌声鼓励一下啊、哦，在这边听歌那个音场，我敢跟大家说哈，除了说演唱会可能就降一级，可能就是像这种音场的感觉哈，所以你在家可能没有那个空间，没办法这么大声会吵到邻居啊，或是在车里，可是这车里呢又没那么大声，也不会开那么大声哈，所以呢在这边啊，但是要跟前面的朋友抱歉一下哈，前面会稍微大声一点，因为我们的喇叭数量没有很多啊，所以呢为了要吹到后面去啊，让声音更饱满。前面呢一定会稍微大声一点，所以大家就自己站位啊、哦！大家想要前面的享受那个震撼感的前面哈、哦，想要小声听的后面啊、哦，小声听。那大家呢也要给予一个最大的掌声，给我的老师掌声鼓励一下，掌声鼓励啊！曾团长啊、哦，把所有这个最好的硬体也借给我哈、哦、啊，让大家呢，大家平常听他表演、听我表演都是用这个很好的硬体，所以我们也是很怕下雨，但是我们都是一个责任心啊，所以呢，有时候下雨啊，如果听众想听歌好了，不然就过来哈、啊，也当成自己的一个磨练，意志力的磨练啊。我们意志力呢，要跟大家比拼哈、啊，大家来我们就来看谁最有意志力哈、啊，这样的感觉哈、啊，所以就这样一直持续下去啊，大家又一方面鼓励正向哈、啊，正向的一个运转哈、啊。那接着呢，我们就来分享一首呢。刚才说李宗盛老师对不对？听听看这首歌，我不确定是不是的哈。如果不是的话，大家跟我纠正一下哈，因为我有些歌曲哎，那个被人家直播泼到网路啊，他说哦，这个年轻人连谁唱的都不知道哈，在骂我呢。对啊，我有真的不知道，有些上次有朋友点陈雷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我知道侯赛雷啊，所以呢，拜托，如果大家把我泼上网路的话呢？那个酸民，拜托把我封锁，不然有时候我歌名啊，或者是谁唱的我晚辈比较不知道，他也跟抱歉一下哈，所以不要把我封锁哈。好，带来这首，来要听听看哦。有听出什么歌吗？我旋律下去你就知道了。